窦靖童童童同日本男星木村拓哉现身东京出席品牌记者会。继妈咪王菲同木村拓哉合作拍电影之后，呢次就到童童同木村拓哉合作拍广告。两人在车厢中斗舞调情，木村拓哉就话同童童对戏，令佢勾起唔少同王菲拍戏嘅回忆，感觉好亲切。而童童就觉得好开心，可以跟前辈学嘢啊！所以我觉得是一个，非常值得学习的前辈。我觉得合作，反正在这次就是也合作了，然后我还挺紧张的，所以我觉得就顺其自然。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合作的话，当然也非常的开心。他当时也非常的照顾我，一直在鼓励我，就是尤其跳 solo 那段说没关系，你就跳，所以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彤彤似乎都有啲舞蹈天分，因为佢拍完独跳嘅部分，成班工作人员都系有赞冇弹噶。彤彤不妨考虑下继续学跳舞。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个东西的，然后但是我不太会，我还挺想学的。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上过芭蕾课，但是很小，已经不记得了。